火，忽然好开心啊！啊！你好吗？我很好。竟然想哭，我的天！嗯，我也是，我也想哭了。哎呦！哎呀，你们别这样。因为这几天一直在分享各种不好的故事，然后这个时候喊我很好，就还挺讽刺的。我其实能懂的，都太压抑了吧？自己喊出来那一瞬间，有点像是在跟过去的自己讲话的那种感觉。长大真的会因为这种小小的点就流眼泪。嘟嘟，过来给我灭了他。很会扭哎，非常会，太会扭了。哎呦，可以啊。快吐了！哎，你不是说你会调酒吗？你要喝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啊。这就是叫调酒了。干嘛啦？没别的意思。你快去吃药吧。你好像骂人一样。你忘吃药了吧？你交往过大陆女生吗？好问题。我喜欢的女生比较独立的吧。我很独立。你们没有懂吗？他说他很独立。我也挺喜欢独立的姑娘的。这不是成人吗？我怎么看人家高中生？我好像磕到了一点什么。开灯吧，不开灯去吧，真的不开。各位嘉宾，接下来我宣布我的守护星。首先，大家将会通过抽签的方式知道你需要守护的人是谁，但是你们要保守秘密，不可以让对方发现哦。哦，这个人还挺需要守护的。我有点期待雅婷。脑子一片空白。接下来的日子我会使用障眼法，不让他发现我守护的法。就是这个人是个谜啊，我根本不知道他最近喜欢什么东西，我该怎么样让他感觉到温暖。我太难受了。 Oh my god， 哇，好亮啊，灯泡，这个灯泡好亮。三个人两个世界啊。